CC 的跌的是这样的果。哇，这个可以试了。这个是猫山王了啊。我去剃一下，去剃一下。周边的士多利应该是 Christmas 啊。来，接下来吧，我带你去基隆坡看看世界一下。接下来就成他的盘中菜了的，你们自己小心。来呗。2020年。很多行业都受到这一个COVID的冲击，而作为公司最资深的这一个员工，我需要带领我们这个团队走出这个困境。讲这么多话，洗车了你？没有水啦，洗什么？公司这样多年来都不曾珍惜过我的贡献，我看是时候去闯一片我的新天地了。 今天我们幸运遇到了这一个董老板，你可以请我做工吗？我看你的样子好像是我请不起哦。看，平时我洗车罢了。现在行情不好，没有车洗啊。既然榴莲季节，你可以来帮我试榴莲，还可以啊。这样子的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多一点人了。平常我们就够人了。我们的 MCU 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榴莲吃哦。对，到了4月多。 才申请到那个 interstate 的，可以走的，这样的那个 permit， 才开始进来，所以说我们就需要有自己的这个运输交通工具，去送这些货，亲力亲为的这些东西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看看我们的成本了。 都要以经济的办法，亲力亲为，能省就省的方式去做了。就好像拥有这些载货啊什么，拥有这样的车，我们也是考量到，因为它能够，在 maintenance 方面比较经济了，耐用，能够走。你看这种的路啊，也不容易走，平常的车，所以说它又可以载很多包肥料。你看今天我们载了超过1单的肥料。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那个经济去考量的。这样省油没有？这个车就是经济省油啊。它吃油不多啊。一桶油就加到整700kg。700kg。我从家里下浪过来，我的巴。来回，如果没有用到其他地方3次都没有问题啊。OK，这样子重就是。 专吃啊，省油啊，重要。对，就给农夫啊、小贩啊这些，我看是比较适合。OK，董总，问你一下，为什么你会选这个 D-Max 呢？当时我要买这个4WD的时候，也问一下他朋友说哪一种类好了。他们说如果要经济，这个最省油啊。然后又方便找 spare part。 所以说我想在巴黎面，因为我有些果园是很进去的。这样的话，如果能够经济耐用，那个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。这样子 ，after 一些时间，你的 off road skill 厉害了吗？还可以啊，你可以安全的坐在我的旁边吧。你可以试一试。啊，老师傅来了啊。还可以。哦，这样子普通像这样子一辆 truck 可以 deliver 多少 kilo？ 哦，这个很多了，这个其实500 kg 都没有问题的，其实可以排上2层的，如果要做。500 kg 啊，都可以的。一般上你是排下面排八个篮子啊，一个篮子差不多40 kg 的话，8个篮子都320的一层，各车可以载到整一吨左右的。对，会的。我们在肥料什么都用这些嘛。都用这些。我们要出去买肥料，再肥料进来。方便。如果我要，就是 online 买，他们可以 order 散买的。一箱10 kg 左右这样的寄过去。这样一箱10 kg 寄过去，它多久会到？应该是一天之内吧。一天之内就会到了。
Yeah, 香港很近，班机如果没有 MCO 限制，班机很多啊。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这一个网站，然后记得也like 我们的这个 video， 也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。OK， thank you， 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